嗨呀，大家好，来哈，我是娜娜，上我们今天设计师，我们是 Study B， 来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明天的天气是晴天，然后今天的运气是挺差的，然后今天要教的东西是 If you have a double animal and blah blah blah， 哦，这个是那个动物死孩子这样，对。然后我们这边再讲的话应该就 OK 了，然后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农场生活。然后这是 Ken 给我们一个炸弹，给我炸弹干嘛？等一下。OK， 然后我们先把这些东西给全部给收起来吧。已经成熟了，不收吗？好，然后下面这里也要收一收，这里。OK， 我们这里就全部给收好，然后等一下再去弄几个种子出来种，这样。应该 OK 吧？哎，等我这里，好，然后这边，好，好多、哦、OK 的，然后这边也给收一收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回去，然后再弄几个种子出来，这样，我看一下，这个13个，我们可以弄蛮多个种子吧？应该，走吧，这丢进去 ，OK，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拿去种。哎，都这样子，好，走吧。然后这里，啪嚓啊掉！为什么会变成在那边啊？等一下，感觉有时候那一个方向很不对耶。等一下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讲这里，然后这一球再丢进去，然后我们这个再拿去种，就这样子一直循环就对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还有下面我们的这里。种这里吧。好，然后这边先打平。好，这里啊，对啊，又来了。OK， 好，然后浇点水吧。我昨天是不是又忘记浇水啦、啊？看留言是说我又忘记浇水了，真的假的？我那常常都忘记浇水，是不是啊？感觉有点太糟糕了，我记忆好像长好，然后弄好。撒好肥料，撒好种子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是不是？天、啊，我在干嘛？站好了没？好了 ，OK， 好 ，bug 又有 bug， 聚众嘛，反正我们今天要等时间，等下又要过去那个活动，这样 ，OK， 还有几个，这个丢进去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吧，等这个好，然后之后再种好那一个，然后我们再去弄好我们的鸡鸡样样猪猪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。2点之前要到那一边 ，OK 的。好，那我先把鸡群给种好，然后这边 ，OK， 好的。那我们再去弄一下我们的鸡鸡、牛牛、鸭鸭，然后我们就要去那个活动，去活动回来之后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我要说什么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先弄一弄。啊，对啊，让我走。我们拿几蛋啊？呀，给我先弄好一下，这样子，你下来，好，这样好比较容易看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先把鸡蛋放下来吧，这个，刚刚好，那就好。然后我们再过来这里。我们的猪，我们的牛，有也有牛奶。今天有没有羊奶？有啊，对，这个有，今天有羊奶，这样的话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你，好，然后再把东西全部给放下来先。OK， 还有一个，好，这样就行了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先把东西给卖一卖，然后我们准备要去那个玛丽那一边，然后去参加那个社会这样。话说今天那个背景音乐不见掉，感觉好恐怖、哦。等一下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每次都不见掉就饱啦、啊。我先把这一个丢下来，走吧，马儿。我们要去参加社会了，盛会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些时间是不是？我先过来这边一下子。这个 ，OK， 好，走吧。我们先来史莱姆这一边浇个水，嗨，
还又是那个绿色的，每次没有其他颜色是不是啊？小心大家，这个好。Hello， 让我放有，这样就行了，走吧。每次都只有绿色的，没有其他颜色的吗？我记得还有黄色，然后我们没有红色。天啊，还有好多没有，走吧。好，为什么还是这个背景音乐啊？等一下，然后这边就先说一个话，应该就 OK 了。这一边，然后这一边，这一边，这里，好，这里，然后这里 ，OK， 然后下面这里 ，Maru 这边，还有这里，这什么？这个吧，天啊，我哪一招？你们要做哪一个曲子啊？你问我问谁啊？我哪知啊 ？OK， 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全部都说一些话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这边有人吗？有，你们两个在那边干嘛？就等一下吧。这样吧，好，然后还有这里 ，OK， 然后还有你 ，Gas， 然后这边 ，Marie， 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吧？应该没有人了吧？好，这样应该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这边讲再讲笑话就 OK 了。然后还有那一个小孩子，你过来，好，走吧，可以开始活动了。好，走吧。感觉这种活动可以直接略过，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。Hello， 有了。为什么我每次都在中间啊？好讨厌啊！好了没？好，好，我知道。抓到夜兜鱼就是赢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。为什么我可以在那一边啊？今天运气比较差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抓到比较多，不知道，试试看就懂了，有没有？快上来，有，一只，加油加油，我们应该可以的，应该啊，应该。为什么是你在？只能跟自己说加油了，今天运气比较差，是不是？我希望可以钓到更多鱼啊。好。OK， 有在，又是你在，天哪，为什么一直有那一个啊？好，这条鱼再抓上来，我们有三只了，两分钟没有，一分钟才只有三只，感觉有点惨，感觉有点惨。好，来吧来吧，鱼儿来吧。上钩吧，不要跑就好了。好，在四只，能不能赢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一直钓到这一个，都钓到那一个就饱啦。等一下，有来了，来来来，上钩吧，上钩吧，孩子，上钩吧。有五只，在，天哪！能赢吗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，这应该是最后一只了吧？时间不够了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乖，好，有，应该还能再多一只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如果啦，如果 if， 好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新家，时间到了，果然。掉不起来，好慢哦。好 ，Wow, there's a lot of fish. Good, I smell. 我干嘛？是因为你不爽吗？Now for the winner of this year ice fishing competition. 谁赢呢？谁赢呢？耶！又是我们赢了，爽。Please your friend enjoy 哦，两千 G， 你一场两千 G，
咦，产2000斤，感觉挺不错的。好，那我们又赢了，我们又赢了，对，我们又赢了。然后我先把这个丢下来，还有这一个跟这一个丢。OK， 好，走吧，睡觉吧，时间了。就这样子轻轻松松度过一天了。好，走吧，走，睡觉。然后我们今天总共赚的应该有10000吧，有13178，这样。哦、UFO， 嗨，好，不理我，走吧。9号，进9号了。我们是不是该去做一个仓库这样。好，明天的天气是下大雪，然后今天的运气是挺坏的，真是挺坏的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要去做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需要石头吧，那我们还需要这个吧，我带着这两个好了，走吧。哦，嗨。不能。然后我们先跟他讲笑话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弄一下我们的那个农场，这个哎都我们需要18个，今天走吧，这丢进去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这一个 OK 的。好，把这一边全部都丢进去就好了，这样就行了。那我们先弄好我们的鸡鸡、羊羊、猪猪，然后我们再过去那个肉饼那边，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农场给升级一下，升华一下，升华、升级、升华都可以啊。然后这个丢，这个丢，好，走开。OK， 然后哎，等一下，我到底在干嘛？只有大鸡蛋。就有恐龙蛋，但是恐龙蛋还是自己卖会比较多钱，这样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拿去自己卖。然后先把这些全部先丢进去吧。对，啊，不够位置，算了，是拿着吧 ，OK 的。哎，只有一粒的话，那可以拿去送啊，送给谁想要的。OK， 好，这里的话一样就是这样子。有，只有牛奶，只有羊奶。哦，还是大杯加羊奶。呀，为什么？我竟然没有，不是啊，这个才对啊，为什么还会挤到猪那边去啊？等一下，只有两个大羊奶，好爽哦。我们先放下来，然后这个，好，走吧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再把那个东西给送给 Sebastian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找 Ruby 了。这个给你，拿去，好，可以了。我们再把这一个给丢一丢，好，哎，等我还有你，这样子就行了，走吧。哦，这个拿一下，好，走吧，小浪，我们先过去那一边，然后看一下就是我们那个 action 性有没有涨起来。我是比较好奇这一个啦，其他东西我是不没有什么在乎了，还没涨起来，那就算了。我们先下去那个史莱姆那一边，然后再把我们史莱姆给处理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人了。好，我看一下这个，浇一下水。呀，他们又在谈恋爱了啦，又生多一只小史莱姆出来了啦。等一下，不要越生越多哦，孩子们。好，走吧，不然的话我等一下又要咔嚓你们了。其实可以咔嚓的说。好，我先把他们引过来。OK， 好，乖，拜拜，这样子就行了。然后先把这些东西，对啊，还有这个，我没有忘记。好，放下来，这样子就行了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先去肉饼那边吧。星期二有开吗？我记得星期二好像是去做什么体操还是什么鬼的吧？好像是吧？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先去看一看吧。有的话就刚买东西，没有的话那就算了。等一下，我先这个看一看吧。呀，好，来上面那一边，不然大家观众就说地上那么多蚯蚓，我都不咔嚓一下，马上下来好不好？等一下，马上太麻烦了。好 ，OK， 走吧，咔住石头出来，真假的？然后我们先过去那一边。
夹自己还一只，啪嚓，哦，人偶，这个啊，这个有了是不是？有了，大家可以拿去直接卖掉了。那我们就先上去找 Robin， 走吧，希望还有在，希望他记得做工，希望啊，希望，希望，呵呵，没有啊，今天做工，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，呀，我马上跟他合体了 ，OK， 好。好吧，他今天没做工，那我们今天就挖矿好了。那我们这边就一个小快转吧 ，Go Go。好了，9:30了，走吧，我们先回家。今天挖到挺多东西的，然后我也 OK 了吧，应该吧，因为我们挖到56个那一个铁块，对，铁块，所以我们之后可能去那个沙漠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吧，比较方便吗？比较省事吧，省事吗？比较多炸弹吧，应该是这样讲才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家，然后把东西给卖一卖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今天就先差不多先到此了，对，然后我背包满了，天哪，我背包又满了，天哪。然后先把东西给丢一丢，太多了。这一个，哎呀，等等，我猜你就错。这一个，灭了吧，灭了吧，应该灭了吧。然后先把这一个先放下去，那一个我们的那个种子机，算了，随便啊，都可以啊。然后剩下拿在身上好了，走吧，睡觉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我们先把这些全部东西给放下来，这个明天拿去史莱姆那一边吧，剩下的全部丢在这里，大概这样，然后这里，好，差不多就先到此了。对啊，然后如果需要影片加个赞，所以继续找我的更新影片。然后我们今天总共赚了应该有10000吧，有两个史莱姆，哎，没有，有两个钻石什么的，哎呀，这是我丢吗？我有丢吧？有啦，这是我丢1500，对。然后我们今天总共赚了11444，好，今天就到此啊，然后也谢谢大家收看啦，所以就，全啦，全。